In March, we shared over 4 million doses of our AstraZeneca vaccine with Canada and Mexico. At the end of April, we announced that we would provide another 60 million doses of our AstraZeneca vaccine overseas. Remember, this is the vaccine that's not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so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it to folks once the FDA has reviewed this and said it's safe. This is all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of it will be sent to other countries. And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we're also sharing the U.S. authorized vaccine dose from Pfizer, Moderna, Johnson & Johnson, as they become availabl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我昨天也再三强调，这种事情不是说越严越好了哈，那大家能够被关得了多久？哦，那整体的经济的活动，然后一些相关的，你不管是健康的一些需要，那整体的变化是很大的。那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分寸拿捏好，在最小的损害能够做最大的控制？哦，这是政府现在在积极在努力的。昨天双北共同宣布了国九和高三停课，那有相关人士说这没有知会到中央，让中央颇有微词。那今天上午双北又自行的宣布了高中以下全部停课，我们中央是有事前掌握这件事情的吗？会不会觉得让中央很难做事？谢谢。在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防疫里面没有说干脆就怎么样的了哈。那每一步都要有一些相关的思考，因为动一法也牵全身了哈。我昨天也再三强调，这种事情不是说越严越好了哈。那大家能够被关得了多久？哦，那整体的经济的活动，然后一些相关的，你不管是健康的一些需要，那整体的变化是很大的。那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分寸拿捏好？在最小的损害能够做最大的控制，这是政府现在在积极在努力的。然后第二个在于整个双北，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在有快速遏制疫情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那他们有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事实上也本来在我们的一些这刚相关的警戒的指引里面也有提到这一部分。那从客观的情况来看，这两天大概你看看，在等于是在万华区或台北市里面，它的或台北县这些的案例都非常的多。那地方政府因应这情况做了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个程序还是要完备相关的程序还是要完备。但是在因应疫情里面那有快速的一个动作那但是要完备程序那样就可以了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